大家好，我是素素。大家好，我是海燕。欢迎收看《飞跃世界》Go！ 海燕，好像你妈妈每年都来看你，是不是？对呀、每年我妈大概都安排2到3个月来陪我跟那个孙子。哦，好幸福哈、对呀、可是每次哈、2、3个月过得很快，而且妈妈回去的时候真的很舍不得呢。那听讲明天妈妈就要回去了嘛？对呀、好舍不得，我心情很不好呢。好了，那现在我们要教大家什么？就是跟妈妈有关系，因为明天我要送妈妈去机场，对，要回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教大家有关就是送别的一些话语要怎么讲的。好，那现在我们赶快来看黑板的内容吧。thời gian trôi nhanh quá mai mẹ về rồi thời gian trôi nhanh quá mai mẹ về rồi 时间过好快，明天妈妈要回家了。đừng buồn nữa quà chuẩn bị xong chưa đừng buồn nữa quà chuẩn bị xong chưa 不要难过了礼物准备好了吗 xong xuôi hết rồi xong xuôi hết rồi都弄好了 ngủ sớm đi mai còn dậy sớm để tiễn mẹ ra sân bay ngủ sớm đi mai còn dậy sớm để tiễn mẹ ra sân bay 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送妈妈去机场好我们绘画已经念过一次了哈，那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吧。好，那请叔叔先来。好，第一句，thời gian 时间 ，trôi nhanh quá 过好快 ，mai 明天 ，mẹ 妈妈 ，về rồi 回家了 ，thời gian trôi nhanh quá mai mẹ về rồi 时间过好快，明天妈妈要回家了。đừng buồn nữa, 不要难过了, buồn 就是难过, quà, 礼物, chuẩn bị, xong chưa, 好了吗? đừng buồn nữa, quà chuẩn bị xong chưa, 不要难过了, 礼物准备好了吗? xong xuôi, 就完成, 弄好, hết rồi, 通通好了, xong xuôi hết rồi, 都弄好了。ngủ 就是睡觉ngủ sớm đi 早点睡吧 mai 明天 còn 还要 dậy sớm 早起 để 为了 tiễn mẹ 送妈妈 ra sân bay 去机场 ngủ sớm đi mai còn dậy sớm để tiễn mẹ ra sân bay 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为了送妈妈去机场。好，绘画已经学完了哈，也了解了。那现在我们要讲重要的单字吧。好，第一个，时间怎么讲？thời gian， thời gian。下一个呢？nhanh quá， 好快。nhanh quá， 那别难过怎么说？ đừng buồn， đừng buồn。那准备，准备，准备。睡觉呢？ngủ， ngủ。好，早起。dậy sớm， dậy sớm。送别。tiễn， tiễn。那下一个呢？最后个，机场。sân bay， sân bay。那刚刚我们已经讲解过。绘画的内容还有帮大家介绍一些重点的单字那相信大家大概有一些概念了那回去大家要多多练习好现在休息一下吧好欢迎大家回到第二单元海燕我跟你讲哈我不喜欢送别的场合因为
很想哭耶。对呀、啊，你一定是感情丰富的人，而且我知道一个秘密，是你超级爱哭的。不要讲了，想要哭哦。那你哭给我大家看吧。好啦，上课不要哭，要欢乐，要笑哈哈。嗯嗯，好，那我们今天来教大家一些，就是在送别或者大家就是要分离分开的时候要讲的一些话语哈。嗯，好，譬如我们要送人，好了，人家我们要跟大家讲要再见哦，怎么讲？嗯，再见不是说拜拜，再见就是说下次，嗯，下次再见，后会有期的这种，对不对？嗯、那粤文要说 hang gặp lại， hang gặp来，嗯 ，hand 就是约，然后 gặp 是见面，来就是在，就是再见的意思。嗯，或者 mai mốt gặp， 嗯，这个是南粤的说法。嗯 ，mai 就是明天 ，mốt 是后天，所以 mai mốt gặp 就是明后天见。嗯，如果直接解释是这样子，可是其实意思是一样，就是后会有期。对，后会有期。mai mốt 这边就没有时间点。对，嗯。那如果现在比如我们要讲比较近一点的时间，比如是希望我们明天可以再见面，然后就是约出去哪里玩，那明天见要怎么说呢？mai gặp， mai gặp， 很简单吧？对，很简单。然后譬如明年见，明年见怎么讲？sang năm gặp， sang năm gặp。嗯，上năm就是明年 ，gặp 是见。嗯，对。然后譬如要离开啊，回国的时候，那你可以说，đi mạnh giỏi nha。嗯，这个就是要保重哦，对不对？身体要健康哦，对不对？đi 就是去哈，mạnh giỏi 就是健康，年是语助词。đi mạnh giỏi nhé， 所以讲到这个，好像我看到叔叔又想哭了。其实我跟你讲哈，那个可以讲，然后我们还可以跟人家讲保持联络哦。嗯，那么保持联络，粤文要这样说哦 ，giữ liên lạc nhé， giữ 就是保持 ，liên lạc 就是联络 ，nhé 是语助词。嗯，好，还有。就是要保重啊，怎么讲？嗯，就是 giữ gìn sức khỏe nhé， giữ gìn sức khỏe nhé， 要保重哦。是的，那 giữ gìn 就是维持，然后 sức khỏe 是健康，所以这句话就是保重我的意思。嗯，好，那现在我们要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个第三个单元，我们要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欢迎大家回到第三单元，叔叔已经要下课了。嗯，对，下课之前我们要复习吧。好，那请叔叔先来。嗯，thời gian trôi nhanh quá, mai mẹ về rồi. 时间过好快，明天妈妈要回家了。đừng buồn nữa, quà chuẩn bị xong chưa? 不要难过了，礼物准备好了吗？ xong xuôi hết rồi, 都弄好了。ngủ sớm đi, mai còn dậy sớm để tiễn mẹ ra sân bay. 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送妈妈去机场。嗯，那我们已经复习好今天的绘画了，是不是？对，那么我们也是要下课了。下课之前要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要记得写信给我们哦。嗯，那我们再见哦。Hẹn gặp lại.